干啥？你开会没开会就跑掉。他早上在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因为民众党提案反对，他在骂什么？他说赞成者不赞成者不赞成。吴秉睿，因为吴秉睿是第十案，然后刚刚是在推第九案，就吴秉睿刚刚起来发飙，结果他搞错。哦，这才是吴秉睿的案子，第十案。哦，那我们要赞成。赞成。哦，吴秉睿来了，吴秉睿来了。吴秉睿，因为这是第十案。他在骂黄国昌啊，因为这个他的案子被黄国昌推。他会自己按自己叫。有个路人甲林淑芬没有来，对啊，他没来啊。黄国昌都不理他，好，有结果。哎，好凶哦！要怪他。抓狂！哎呦！拍桌！吴秉睿，生气了！吴秉睿，你要选爸爸，我们到底就支持了。我去找黄国昌。
他去找韩国昌吵架。投票投不赢，跑去找人吵架。刚刚从第二案开始都是一样的案，都没有意见。不用生气，不会。开会就先到了。要说了，那个投票的事情，刚刚叶元之用影片还原说，好像是杨耀委员帮你那个。你要挡我的路。委员后来那个调查有其他新的进度吗？不知道，因为他们在说是。我就离开了，我不在场啊。所以没有交代说谁帮忙你投票这样子，有这样的事吗？委员，你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就是您有授权杨耀帮您投票吗？我不是跟你说过我离开，你们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追新闻好不好？没有啊，委员，要顾及到人身安全啊。委员，如果站着好好讲，我们就不用这样子跑了啦。那为什么我就不愿意讲啊？那你我已经讲过了，那你有没有授权杨耀嘛？我就已经讲过了，我不在场，我怎么授权？哦，所以是他自己主张擅自主张帮你代投票了哦。我没有授，我没有，我不在场，你没有授，我就已经说过了。那所以您这样子应该是不会被惩处吧？如果按照这样来看的话，委员这几天，那之前那个投错票是不小心投错票吗？因为国民党都说你是不是想要加入国民党呢？为什么最近心情这么不好？郭正亮说是不是因为新北市长不是您，要让苏巧慧来选呢？怎么了，徐小新？你又怎么了？小新，你怎么了？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啊。撞到我包包，包包很贵啊。你有申报吗？有申报吗？有申报吗？他怎么回事啊？突然冲过来撞到我们。我没事，我开玩笑的啊，大家不要太认真啊。我们都有收到我的声音。撞到了，对对对，听说没有那么脆弱，包很好的，没有那么脆弱。好，我先。你不知道包包很贵吗？不会，不会有什么事。他要讲，他就去讲。哎，你们不要这样子哦。我跟你讲，人身安全你们也是要顾，你们为了做你们的工作，这样子好吗？这样不好吧？我就是跟你讲，第七题、第八题我有投啊。现在是我的咨询时间呢，你可不可以等我咨询完再问？这样你对其他的委员有尊重吗？你是展现你招委的官威嘛？好大的官威啊！不敢。那你就让我进行嘛。吴委员，我告诉你啊，你事情没搞清楚之前，不要胡说八道。假条拿出来，今天我连通知部会首长来开会都不行，我不准嘛，不准就是好大的官威。你莫名其妙，你是背后主席老大是不是？把假条拿出来，吴委员，我告诉你啊，你事情没搞清楚之前，不要胡说八道。假条拿出来，我在这边发言哦，尊重你是主席，我没跟你指名道姓哦。你有必要这样子连我的名字这样子一直讲吗？不是啊，那你为什么讲呢？你站在发言台上面，你讲的事情是不是事实呢？把假条拿出来。上个礼拜的不是事实吗？有事情在别的委员会的时候，看上面是不是有准假。今天我不准的是说，已经告诉你这个议题很重要了。你可以绝对立法院通知你要开会，你可以决定你不开会，你随便派一个人来就可以。可以这样做吗？立法院是立法局吗？今天我连通知部会首长来开会都不行，没有人说不行啊，人家跟你请假，你不准，我不准嘛。啊，所以你好大的官威嘛，不准就是好大的官威。是啊，那是不是所有的部会都不用来？所有的部会，人家主管是主要的部会，今天主要的是央行、金管会、财政部，谁说的？最重要的部位全部都有。没有啊，我刚才不是跟你讲说元宇宙将来的虚拟实境，我们台湾的厂商有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个元宇宙或者是虚拟货币的这个境界，将来我们对于台湾厂商的规划跟它的扶植是什么东西？好了，开始咨询吧。可以开始咨询了吗？你现在要开始了吗？要开始了。那你刚才的程序发言，你刚才讲的事情跟刚才讲的是不一致的。
那所以呢？你莫名其妙。现在不能开始吗？你就是主席讲什么东西，你是背后主席老大是不是？我哪里有背后主席老大？你老大，你耍好大的官威，我现在开始执行，你也不，你也不开始啊？我要耍什么官威呢？适可而止嘛。适可而止，我也是要这句话跟你讲啊。不要闹了，就你一个人在讲，这个不是主持意思的。你把今天的时间全部都给我算出来，哪里的时间是一半的时间我在讲，你一进来你就闹场，你前面没有参加，你每一次都进来搅和，我不能够回答吗？我不能够针对委员的问题回答吗？你的发言有什么高度啊？你每一次进来就胡说八道一通，你有什么高度啊？我讲话就是胡说八道，你讲话就不是胡说八道，我的发言需要你回应吗？嗓门大就了不起啊？在那个实力可能看看那个邱委员，钟嘉宾钟委员不是也提到，他提到说，哎，屏东，他说你不要看美屏，潜力的你就要进到，这个牵涉到你后面讲的万灵丹嘛，所以我了解一下财政部，等一下我。有关于这个税率啊调降问题，到底对地方财政的冲击有多少？那另外呢，对于税率提升的部分呢，各县市可以承受的能力差别性在哪里？就差别税率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刚刚好像约略，我刚刚听曾明忠委员好像也是类似倾向这种态度，那张委员好像也不反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请主席来裁示看看哈，能不能先做这样的出这样的决议，下一次让他们讨论，跟地方政府讨论完之后，再回到本委员会来做讨论。可以啊，可以。那个我跟那个，那我们怎么样解决问题比较好？林楚英林委员啊，对。主席，我想包括主席今天安排这样的一个审查，那还有以及现在在场所有的委员。你回应一下哈，那个那对不起，那个哪一位？啊，吴秉睿委员，好，吴委员，等一下，我先回应一下那个林楚英委员。林楚英的委员怎么是你回应呢？好不好？好，那吴委员，主席，我现在跟你报告哈，我在财政委员十几年了，地方的财政局长来列席的，来这边受邀来的不止一次，尤其在地方财政收支划分法的时候。这个部长也知道啊，全国所有县市的财政局长都来啊。那因为这个事情哦，房屋税是地方税，所以跟他们有切身的关系，你一定要邀请他们来。在曾明忠委员在上个会期啊，在主持这个类似的这个法案的这样子的会议的时候，我也有建议，当时就是有建议要全国的财政各个县市的财政局长都当面来说清楚。好，那也可以问啊，你们地方的这个对你们地方财政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或是会变成有什么样的增加？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坐在这里，然后就是一个中央的法令就下去。哎，你不要忘记哦，到时候地方政府不见得要买单呢。那地方政府如果抗拒的时候，那变成全国一团乱。我觉得我们这个不适宜这样了，所以我在这边哦，强烈的建议啊，应该要邀请全国所有的县市的这个财政局长一起来啊，听听看大家的意见，我们再来做出比较适合的这个判断，那看看能不能归纳出一个结论，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了。好，我听到了哈，但是那个吴委员很遗憾了哈，我们本会呢在前两天就发生过，连我们中央单位的，我们请他应该要来列席，按照宪法应该要来列席的单位呢都还请假。对于地方政府呢，他不是本立法院所直管的，我们很难要求他一定要来。那按照你的建议听起来好像很好，但实际上不然。为什么呢？就像您刚前面提到的，它牵涉到全国各县市，如果有一个单位不来，那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情形？主席，我还没讲完话。我发言，你有必要评论我的发言吗？没有，我在回应你。你刚才不是要求 我是要建议大家这样子啊？什么建议大家？发通知不是本席决定的吗？那我们今天如果做成一个决议，大家要邀请你，主席当然就得邀请啊。不要闹了，好吧？我们今天在，你就是闹啊，你就是每一次你都要进来闹一下。前面我代委开会一半以上的时间都你一个人在讲，这个不是主持意思的。你把今天的时间全部都给我算出来，哪里的时间是一半的时间我在讲？从现在是几点？
12:10，从早上9点到现在一半的时间，现在是几个小时里面，议事人今天算出来进议事录，什么叫做今天从9点到12:10，3个小时10分钟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是我在讲？从头到尾都是委员在讲，我只是把委员所提的问题，行政单位没有提出来的，我只是把它摘要出来了。你一进来你就闹场。好，我们休息。哦，我们中午休息。好，那拜托那个行政单位把没有回答的问题，刚才特别帮大家摘要的问题呢，把它答案出来。我们现在休息。啊，那主席下午几点开始啊？2:30是不是啊？没有了，不要那么早，不要那么晚了，早一点。嗨，主席，你总要讲个几点吧？2:30。好了好了。好，那就按照惯例了，好不好？现在休息，好。都不要闹嘛！前面好好的讨论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已经有线索了，干嘛一进场闹？闹什么嘞？你不是闹吗？什么叫做一个小？什么叫做整个时间是半个？是一半的时间是我在发言呢？你前面根本没有参加。你前面没有参加，根本搞不清楚情况。你每一次都进来搅和。那天的时候，你讲说别的单位在你走了，在你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面对呢？你讲说很多单位都请假，我还念给你听。审计部所有的单位你都不请假，然后审计部、内政部、卫环、经济部一缸子我都讲了。你进来讲话的时候，林楚英委员他是问我的问题，我不能够回答吗？我不能够针对委员的问题回答吗？哎，主席就是主持会议，为什么你可以不需要经过我的管束嘞？你的发言有什么高度啊？你每一次进来就胡说八道一通，你有什么高度啊？啊，你的嗓门那么大，我们怎么样子呢？你嗓门那么大呢，你不能好好讲话吗？我有诬陷你吗？别人问我问题，我回答。哎，我是针对事实讲话呀。在哪里呢？9点到12:10，9点到12:10，几个小时的时间，我花了一半的时间讲。我讲话就是胡说八道，你讲话就不是胡说八道。我回应委员的提问吗？我讲的话那么重气，我跟你建议说那个涉及地方财，我就回应你啊！我回应你说地方不归我地方管、啊。我的发言需要你回应吗？你是官员吗？你问我，哎，为什么只有官员可以回应呢？我没有问你，我刚刚什么时候在问你？楚英委员在问我。我刚刚什么时候问你？我刚刚发言说这个涉及地方财政，大家是不是考虑一下？曾明忠委员在当招委的时候，也是经过这个要邀请各县市的这个财政局长来开会。对啊，那我不是跟你讲说法律上面来讲，地方政府不归我们管吗？不是讲得这么清楚吗？你还不是还学法律的吗？不归我管邀请，我归我管的经济部我都邀请了，他都不来了。你不是昨天才讲的吗？嗓门大就了不起啊？没有啊，你也当过招委啊，你也主持过会议。我当招委是有你这样的状况吗？我什么状况？我依法主持会议，我什么？你每一个委员的发言，你都要评论，你都要陈述，你都要反复再问，一问再问。你发言会议时间，你要求我要召集，我告诉你为什么原因，我不能够请地方政府来啊。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5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活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